关刀就插刀，作者林美丽。噗噗噗噗，天家怕不更，隔壁种菜阿桑菜烤好啊。乌多麦徛咧要再去菜市啊买款，当好困咧，明明啊看手表啊嘛才五点半尔，阁会使暖一下，嘛唔知过偌久。听到一声咔嗒，铁门关起来的声，就是阮翁遐早起床要去运动咧，并一个身，煞看到伊坐伫眠床前仰头伫揣衬拖，是安怎心？迄间咱兜的铁门声，看我目睭要沙微沙微，翁婿讲，我落来看卖咧。无一个久，伊从起来三楼，甲犹阁揪伫眠床顶个我讲：“咱兜着插头啊！”哈、啊！我喘一条，赶紧爬起床，撞落来楼骹，看到客厅大门开哈哈，我车库即个窗仔无锁，台仔门防北伫边啊，即个插仔竟然加长两支铁窗仔关，为迄个25公分宽、30公分宽芳，两礼拜偷摕物件。敢讲贼仔汗臭无解大强，趁翁婿敲电话报警，我紧寻看碰见啥物物件。今仔日要去参加认证，会记得昨暝将证件放入去银袋仔了后。有甲伊含相机放伫桌顶，毋过即阵桌顶干那剩 MBK 啊尔。吼，哪会遮尼衰？迄台数位相机10000+呢，内底阁有阮去华联佚佗的相片还袂洗。本地按算认证了要去洗册店，毋则会加落3000落去钱袋啊。打算好着即个死贼仔宝。警察来啊，正顺遐看，问一寡问题嘛，特别记录阮的损失。大害啊，信用卡无去，阁会使敲电话叫银行支付。身份证无去，等下要安怎参加认证？警察愈问，我心肝是愈压杂。翁婿去外口细细看看咧，煞看到伊的西装裤。红蛋的车库啊，内底有钱，咱们才为客户遐收转来的汇款拢放伫裤袋啊呢。但一声害了了啊，10000呢？警察讲，因一定会尽力破案，将3连单抓落来给阮，了后就走啊。邻居知影抓差无遐尼简单，毋过。阮幼员跑一速速啊，五万。唉，钱去人无带，想到贼仔，毋知上阮兜上偌久啊。为着安全，还是应该饲一只狗仔才对。